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你也可以自学魔术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招我们的调羹啊，勺子瞬间压弯术啊。我们首先瞬间压弯。好了，其实这个魔术非常的简单，小指头在下面，三根手指在上面，大拇指啊挡住，另外手指大拇指放后面。压弯的时候其实是放下来啊，其实是放这样放下来，瞬间压弯恢复。你学会了吗？